是先打通了整个的支付路径和体验，能让他把外卡绑到我们的微信支付上进行使用。我们把那个原来这个仅支持800多家的商户扩展到全国衣食住行玩等多种领域的所有商户上。要扩大我们这样一些服务的覆盖的一个范围，我们现在九块钱包覆盖了这个7个国家地区的10个店的钱包，那么今年呢也希望扩大更多的这样一些电子钱包的覆盖，方便他们使用本国的这样一些家乡的钱包在中国进行这样一个扫码的这样一个支付。